怎么了，小猫？这么快？许泰伦的猫怎么在你这儿？刚刚我遇见了许泰伦那个谁，他带小猫来看病，说好像是得了什么星期猫猫瘟，但是我看化验结果显示只是普通感冒而已。队长，拐别人家的猫要被禁赛稽查。发什么神经？我想犯罪。这是你偷。小声点，一会儿店员听到了还以为我真要那什么。这已经是别人的猫了。我知道，又不可能真的把它偷走。您的猫已经好了。看这猫多讨厌你，走了。Smiley， 谢谢你帮我照顾它。走吧。他不会还要把猫送回 DQ File 吧？许泰伦的粉丝应该挺喜欢那只猫的，应该会送回去吧。不要跟我说你要去基地偷啊，想都别想，走。是啊，打针了。下午找了工作人员带他去打针代替我。工作人员。没事没事，不是猫瘟，感冒而已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我想送他，但是我下午要打训练赛。训练赛赢了？你说跟谁打？不告诉你们。女朋友。对啊，佳琪也很喜欢他，我和他一起养的。这给。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？我每天晚上都要靠着安眠药才能睡着，你能不能？我认识你 ，ZJDX 战队的中单是吧？那天在花鸟市场见过的，我和泰伦哥一起。小猫怎么了？可能是猫瘟，还要带去集体，人太多，精神紧张什么的。那天确实不该带去电影院的。泰伦哥没时间照顾他，就让我带他来宠物医院了。可我等会儿还要去公司打个卡，你能不能帮我照看他一下？十分钟以后我就回来接他。那就拜托你了，乖，来。如果当初不想养他，为什么要买呢？小姐姐，许泰伦在直播的时候说的话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听到了。知道吗？这还不如李恒说那个二傻子呢。哎，乖。有什么毛病？又讨厌又要看。哎，你让开，别管我直播。虽然我讨厌他，但是也不妨碍我看他直播演戏啊。这个人满嘴谎话，张嘴就能骗人的人多难得呀！这就是活生生的教科书，教育我们电竞圈的男人不可取。说什么疯话？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自己遇不到好的，在这数来数去。什么叫我遇不到好的？那还怪我喽？那你跟我说说，电竞圈里面有几个这样的好男人？打游戏打得又好，长得又帅，又有耐心，不乱搞还不骗人那种。有啊。谁啊？我。啊？我？要不要试试？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情况？随便说说，看。
看你那样，有没有出息？这种话是能随便乱说的吗？是啊，我想乱说就乱说。觉不觉得队长最近有点古怪？比如，先是千年不遇的出门看电影约会，然后又当众开撩，经常出门车都洗得清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队长最近确实古怪，对吧？是吗？你觉得哪个部分比较古怪？队长最近爱喝水。